大家幸运年宵的朋友，你哋好啊！我就是 DBC 数码电台大家真风骚的村长梁思浩啊！马年呢，希望祝大家呢就心想事成，马到功成。总言之，佢讲晒全年行大运啦、啊！听到我笑声，自然就会好彩噶啦！正所谓年又过年，共庆欢乐年年。我靠，而家系祝 DBC 咁多位啊听众朋友，个个都欢乐年年啦、啊！恭喜恭喜！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哒啦啦哒哒，我系阿 Ben 张启乐啊，咁我祝咧所有嘅朋友，咁啊今年咧马年咧都身体健康啦，事事顺利，开开心心啊！大家好，我是张心芬师傅啊，我祝 DBC 的所有观众听众今年马年财星高照，日日进步。祝 DBC 的听众马年行大运，日日都是哈哈笑、啊、其实要开心很简单，只要听 DBC 就会马上开心马上丰收的了。